金曲歌王林俊杰近日在演唱会上演唱歌曲《不死之身》时，亲自上阵和舞者们跳了一段舞蹈。然而，演出片段流出后，被网友们加上各种搞笑的配乐，制作成恶搞影片疯传。随后，林俊杰本人意识到自己成为恶搞对象，因此透过 IG 现实动态以英文发文表示：“如果你只是想拿演唱会片段加上奇怪音乐来逗笑自己，那么去看抖音就好，下次别来我的演唱会。”并加上了不好笑、不尊重的 hashtag， 似乎对此感到十分不满。没想到不少中国网友却回呛他：“下次不要到中国开演唱会，回你的新加坡吧。”而歌迷们则纷纷留言支持，认为玩笑要双方觉得好笑才是好笑。既然林俊杰觉得被冒犯了，就希望网友们适可而止。Bye.